核桃仁儿。19.9，你干啥？你干啥来着？我一吃核桃仁你就来砍我了，是不是？你这是吃啥呀？给我一个。别倒纸了。19.9一大手，400克，没有臭嘴，特别好吃。一会儿又喝一个，然后我都吃的。我一吃核桃仁，我老公就砍着我。越嚼越香。都吃没了。都吃没了。